明媛的头发不小心勾在手链上，一起躲进厕所。本想开个玩笑，没想到他却生气了，直接一招反向拿捏。来了，你又找我干嘛呀？上回咱俩一块打个麻将，你那闺蜜是不是叫丹丹？你又别啥坏屁呢？帮我连一连呀！打个电话。我的天哪，你打的？就我那闺蜜那么文静个人，还能让你约出来呀？那我要真约出来了，你咋办？ 我给你俩当伴娘，说好了。喂，那个是丹丹吗？啊，对呀。哎，晚上你有空吗？有空吗？有空情况下，咱一块吃个饭呗。行啊，正好二姐不说吃火锅吗？咱们一起呗。他那个他没他就咱俩，他回家八宝米去了，回老家。啊，咱俩就咱俩，那不太好吧？不太好，那算了。 要不咱喝点儿？啊，喝点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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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啊，喝点儿。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回家把这个工作服换一下。等是工作服是你搁那个机场上把空姐那套衣服吗？啊，对呀。那不用换，那也换啥了？不换你就穿来就行啊，穿来就行。行，那你帮我带杯水吧，要凉的。还有啊，你有充电器吗？我充电器找不到了。啊，行，有，那你洗漱那一套带着啊。 行，你白白玩去啊！干啥呀？冰水咋回事啊？那闺蜜不是口渴吗？充电器呢？哎呀，你别磨叽，人不说就手机没电了吗？那是。赶紧说，到底咋回事？不是，那我约你闺蜜，你他妈大反呐！你是怕她吃亏呀？怕你不能是吃醋了？半拉眼珠都看不上。半拉眼珠都看不上我，好，那你找我过来干啥呀？ 妈腿不长，倒着挺快，生气了。你说谁腿短呢？我腿短，我没腿，我看着你，我这么看还行吗？想笑你笑呗。要不你看让人家给个机会，是不是？你没娶我，我回家不当寡女呢，是不是？我好看还怕你告诉我？太好看。那去你儿子家去。